那个日期时间函数的这个范例，主要是了解日期跟时间的相关应用。那日期跟时间哦，它其实又不是属于数，它不是一个文字，也不是一个数字，那是很麻烦的。为什么？因为常常有同学哦不太懂得日期时间，比如说我要今天要取得什么呢？取得这个格式里面的某一个部分，比如说它有年月日，其实它是有三个东西哦。啊，如果你年月日里面还有时间的话，还有十分秒，那问题来了，一个储存格里面有六个东西，你要怎么分别把它分割开来，取得你要的东西？比如说你要的报表哦，可能是年报表，那你一定就，可是问题你不能给它一个日期啊，日期里面是年月日哦，所以你要把它分开，那怎么分开 ？OK 哈、哦，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范例先切到那个综合练习啊，待会后面会有个综合练习题。那这个综合练习题啊，各位可以看到在它的 A2 储存格里面哦，我现在把它放大一下。这边的话呢，各位有没有发现哦，这日期还蛮妙的？为什么？因为它明明里面存的是年月日，而且哦，西元年一定是加斜线，里面放的一定是西元年。但是问题哦，我现在看到的这地方有没有？这个是民国年，而且哦，本来是斜线，我要把它改成点。然后呢，本来是个位数字，我要把它补零，最后的话我要放周期，特别注意这要怎么做？其实这个地方会牵涉到几个问题啊，其实就格式的问题，也就是我要怎么样让这个日期变成我要显示的那个样子。但实际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表面上看到的跟里面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东西哦。也就是说，如果不一样的东西，那我要怎么去看待这个日期？那以后怎么取得我要的讯息？这个可能蛮重要的哦。所以第一个哦，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把这个日期改变成这样的格式啊，里面有哪些不一样？民国年，斜线改成点，个位数字补零，然后呢，还有就是周期，有四个地方要变更。好，所以第一个哦，我们大概知道，假设我要把这样的样式做出来的话。那我们先再切回，所以综合练习切回到 today。所以首先的话，这边有几个比较常用的，你应该要知道的相关函数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我如何取得我目前现在哈这个系统就这台电脑的那个什么呢时间啊？应该跟这样，应该是日期，还有时间啊。那首先当然插入函数里面，你可以找到什么日期、时间函数。当然第一个我们可以用 today。按确定啊，里面不用任何的引数，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2019年11月5号就出来了。OK 哈、哦，那第二个的话呢，下面这个储存格请你插入函数。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我要加上什么呢？时间的话，那你可以用 now 按确定，today 跟 now 按确定，你会发现结果一不一样？结果一模一样。可是问题哪里不一样啊？为什么？如果一样的话，那干嘛两个啊？其实你可以特别知道。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按滑鼠右键，你干脆把这两个、按右键，储存的格式改一下。那它其实最大的差别、应该顾名思义嘛，主要在哪里呢？在时间。也就是说呢，在那个 now 的话、它会记录时间。可是如果 today 的话，我选时间里面选这个好了，时跟分，然后 PM AM 按确定。那你会发现哦，如果你是用 now 的话。它还会显示现在几点几分几秒，好 AM PM， 可是如果是 today 的话，那它只会显示什么？显示那一就是今天的凌晨12点而已哦。OK， 好，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today 跟 now 的差别，一就是有没有记录时间的部分。OK， 那你想说它为什么会记录？那第二个的话哦，跟各位讲一下。虽然你表面上看到的有那个年月日时分秒但是其实跟各位讲Excel 里面实际上记录的是什么？你再按滑鼠右键，请你把它改成储存格。所以我刚刚第一个先插入 today 跟 now， 第二个把它改成日期，就是时间加这个，加上那个年月日时分这个那如果说我今天把它改一下，改成制定，跟这样改成通用好了。通用哦，通用什么呢？通用实际上就改打回原形，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存在 Excel 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你把它改通用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哦，哎，为什么它变成一个数字了？而且这个数字还蛮妙的哦。Today 的话呢是整数 ，Now 的话呢是有小数点的。我、哦、跟各位讲一下哦，其实哦，你表面上看到是年月日时分秒，但实际上哦，在 Excel 里面哦，如果是日期整就是一个整数，哎，43,774，哎，你想说这个数字怎么来的？跟各位讲哦，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个数字哦，就是跟某一个日期相比较之后相差几天的意思，也就这一天，1900年的1月1号有没有？它算第一天，算到今天为止是43,774。OK， 哎，好，这第一个哦，这应该可以理解吧？所以哦，你只要在旁边哦做一件事啊，就是你可以在旁边打一个1900年的1月1号，19年，然后呢，你把它按右键，储存的格式哦，跟刚刚一样，改为通用的话，你会发现哦，它会是多少？一，意思它是第一天，所以哦，一个日期哦，存在 Excel 就是一个数字哦，日期是一个整数，那你想说，老师，那底下为什么有小数点哦？跟各位讲哦。如果一个小时的话，就是1/24，有没有？一天就一嘛，一天就一。那如果是一个小时呢？那就是1/24，两个小时就是1/24了，以此类推，啊，一定会有小数点出不进的问题嘛。所以哈，后面这个东西就是一天里面，所以大到24小时又一了。OK， 所以这些小数点主要的用意是这样子。OK， 大概跟各位讲一下。实际上哦，里面是储存一个数字哦，哦有小数点部分哦，好，大概是这样，就是 today 跟 now， 还有跟1900年1月1号相差几。不过哦，它我其实蛮好奇的，那如果是1900年1月1号以前的日期怎么办？你比如1899年1月1号的话呢？哦、我看一下，其实我也没试过了、哦、因为我只知道一般人不会在 Excel 去算历史，因为 Excel 应该不是处理历史问题，它是处理一些，所以没有人拿这个来做吧？所以你会发现哦，不行，你通用格式有没有？如果你是1899年1月1号，按确定哦，他不会理你，因为他认为不存在这个东西，所以1900年1月1号以后才有。时间啊，才有日期啦。OK， 这个我其实没试过。OK， 大家跟各位讲一下哦。好，啊，再来的话呢，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把那个刚刚这个today 有没有，把它格式化成刚刚看到的，就是民国年，啊、哦、改就是啊、斜线改成点，然后个位数补零加周期，哎，那这里要怎么做？哦，大家特别说这两按右键，储存的格式。这边的话哦，如果我要改成刚刚讲的哦。那我可以透过，什么日期里面有没有这个格式？你想说有没有民国年？有中华民国历，不过仅限于台湾的繁体版哦，你其他国家都没有哦，连好像香港也没这个东西，中华民国历。但问题来了，我有没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看一下，好像基本上也没有，有没有民国年？哦，那怎么办呢？其实教各位一个方法啦，如果未来哈、哦、有些格式不存在的话，你可以找一个接近之后。然后怎么样？再按一下制定，比如说我找这个比较接近，制定一下。那、啊、接下来怎么改哈、哦？哎，民国年出现了，但是斜线改成点的话很简单嘛。这边底下不是有类，这个有个公式对不对？你就把斜线 delete 掉，改成点就可以了。所以这边的话呢，点一下，哎，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民国年转成，好吧，西元年转民国年。第二个的话呢，个位数字怎么补零？各位有没有发现 M 有没有？请你在 M 的话再补一个 M。也就是说 ，mm 就是它会自动个位数字补零 ，d 的话一样 dd， 哎，有没有发现后面呢就个位数字补零了？第四个问题啊，所以民国年啊、点斜线改成点，然后再来个位数字补零就是 mm dd， 最后的话呢，刮弧里面我要放周期的话，第一个你在 dd 后面打一个小刮弧，然后呢你就输入什么 aa。A 就可以了，哎，三个 A，
那如果你不要周期哦，你要星期几的话，你再多加一个 A， 它就变星期几了。OK， 我们要周几啊？按确定，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好，那如果说了哈，最后呢，假如我要在这个什么 now 后面再加上时间的话，按右键储存格式，时间怎么加？其实很简单哦。不过刚刚可能有同学说，老师，那你怎么知道哈 ？AAA 它是周期，然后四个 A 是星期几？其实很简单，日期里面有没有？先改回西历，这边不是有周期？然后你按什么？制定不就有了？中括弧后面不就有了？也就是说哦，以后有些效果哦，你不知道怎么做没关系，你制定看一下，里面就有给你一个答案。然后怎么样？你就把这个答案跟另外一个公式结合在一起，不就有了吗？所以很多东西没有没关系，特别注意哦，制定一下就好了，蛮好用的哦。有些东西没有，你可以自己去把它拼凑在一起。就像我如果今天哦，假设 today 它就是一个日期，可是 now 的话呢，我希望还有就是几点几分几秒帮我加在这个后面。但目前有这个格式吗？没有，那怎么办？很简单，按右键除了格式，我可以先找日期，找时间，里面有那个什么，十分秒 AM PM 这个有没有？然后把它制定一下，然后把中括弧后面的到分号前面的这一段复制一下，复制完之后呢，把它取消，再回到这边怎么样？再按右键除了格式哦，把它怎么样？加到哪里呢？加到这个分号的前面哦，先一个空白，然后再把它贴上，你会发现十分秒 AM PM 分号前面按确定，这样就是我要的，有没有？那我的话呢，除了民国年还有周期之外，还有就是现在的时间呢。OK 好，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哈，这讲的比较多一点，我大概重点第一个就是Today 跟 Now 差别，第二个的话，大家了解一下它里面实际上的数字，再来就是把它利用什么格式化的方法，把它做加上去的动作。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OK， 所以呢，日期跟时间哦，其实有点麻烦，主要原因是因为哈，它表面上看到的跟实际上存在 Excel 里面是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哦，其实像什么呢？Excel 里面存的是跟1900年1月要相差几天哦，所以呢，如果你要算两个日期相差几天，互相减就可以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数字嘛，一减完就知道差几天了。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哦，它要计算相差几个月，或者几年，或者几季的话哦，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如果它没有提供这些功能，那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变出来。OK， 还有就是说呢，如果我今天呢要取得什么，取得某一个出，因为将来你做报表的话哈，如果人家给你一个日期，但如果你要做的是一个什么，一个是月报表，可能是哪月啊，根据月啊，可是你一个日期里面有年月日，你不能说，就用那个日期当成是你的报表的资料来源，你可能要产生一个月报表的月栏位哦。如果没有一个月栏位，你要做报表是会有问题的哈。还有什么周，哪一周 ？OK， 或者等等的相关讯息的话，那你就有必要怎么样？可以把日期一个储存格把它切割开来，年归年，月归月，日归日，然后周期归周期。把它 做分割了，那当然要怎么样把资料做分割，这个待会我们再来看。